我们的社区吼，给这个社区吼，给孙孙内天龙帮，感谢咱在座这些贵宾，谢谢你们。 主办单位，台北市政府，咱文化局，掌声辛苦了，谢谢你。相关单位是咱台北市艺文推广处，协办单位，咱福安里的办公处，还有咱谢里长，谢谢里长，你在哪里？啊，第一排，这个是会长哈，谢文江。 哎呦，我把军帽看呢。哦，谢谢，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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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唔通来甲咱抹掉这个毒品，啊嘛唔通甲咱爱跋筊，吼，即造成这个家庭的不和睦。所以这次戏呢，嘛是咧教化着对。啊，希望讲这次的活动安排着这次大家大家喜欢吗？喜欢。欧佩拉比的对，也感谢咱这些嘉宾，大家呢，把咱票高公园来给咱观赏。那么，咱就感谢咱的音乐改编，音乐设计是咱的音乐设计，是咱王秀仪王老师。还有我们的那个村帮哈、哦，我的含水潭的村帮，也就是我的黄翔老师，今摆嘛给咱当面这个哈，哎，你要对耶，我先举起来。领导南霸天陈深南老师，谢谢。那么也刚才的灯光小飞扬企业社，谢谢拜托。啊，那么咱这次呢安平非常兴，啊，过来给咱拜托，拜托大家呢给咱多多踊跃来给咱支持，来给咱推票。今日的演出的时间是咱五月二十，跟咱五月二啦。这个地点是咱台湾戏剧中心大表演厅，真无简单，来给咱表演有咱这个三场哦。也过咱2019年安平。